盘点那些有趣的人类幼崽。妈，我喜欢划船。你看看那上面写的，小朋友不能划船。有点危险。又骗我。你们夸严老师漂亮。严老师真漂亮。你也夸严老师漂亮。我错了，我今天不该发脾气，应该管理好自己的情绪。嗯，放好了。这样子你擦指头不难受吗？这什么时候撕的了？以前是不是打过我了吗？好了，还想打呀？好了，写了。我想让你吃不吃苹果？我不吃，我不吃，吃了会生病。小飞过来了。潇洒不是摆烂，那是我自信的状态。牛马。小妹，你以后是考清华还是考北大呀？你每日都10点送我来上微学，我地瓜都考不上。可以考上，考地瓜也行。预备，凶的表情，再来一次，最凶的，最凶的。那爸爸，大人都会结婚吗？都会结婚的。那我也会结婚吗？会啊，你以后长大肯定会的。那我可以跟志刚结婚吗？人和狗怎么结婚啊？我反对这门亲事啊。可是我想啊。那他也是母。你乖乖成长吧啊，多长大，然后多挣点钱，能给他好的物质基础了，我再考虑一下，好不好？现在你连自己养活都不了，他一个月吃200块钱的狗粮，你连狗粮都买不起，我不同意。那他也是母的呀。母的怎么了？母的就得嫁给你了。你长大了要上清华还是上北大呀？我出家。妈妈，你不要叫我姐姐，你别倒着来嘛。行，那往下走，下面也是倒着来。好，我，你别跳着来嘛，这个你会呀、啊，谁说我会的？所以我下回来呀，那叫做。还没交。
我肯定没死吧。这一程走得太累，心变成灰，流下了眼泪。多少后悔，多少狼狈，多少次崩溃。以为真心可以得到想要的完美，可换来的是无尽的伤悲。